在冷巷的角落，亦算过得安乐，全是个鬼的一种自救。被咬穿的娱乐，令社会感错落，文艺老鼠的一种动人杰作。这是什么一种风格？越行越窄，越来越赶架，一起擦。I know 这 feel 不似着戏，粗糙原地照起，未来未来未必有地，有危楼就有机。被看穿的面目，没意思的猜度，全是社会的一种辩驳。被压迫于窗外，被压抑的快乐，全日上演车。